请大家什么？到二楼客厅集合。躺下，躺我身上。是吉娜吗？是吉娜吗？我没看清楚。是这吗？狼狼老哥，吉娜呀、啊。不、哦，没有人。对，你们班，你们所有。其实就算他自己搬过来就好了呀。我觉得我去抢，因为我就一个箱子，你们箱子都多，我箱子扣上就能走。你俩去哪儿？去楼上。二楼啊。你们怎么说？你们怎么说？你们怎么说？你们留这儿还是要搬去哪儿？搬下边去吗？那我们就这个吧。对，我们就这个。那你去搬东西来，我们帮他搬东西。你需要东西，我不用搬，我们帮他搬。走。哎，不要这样好吧？哎，我们去了。行了，不好意思。Sorry。三个人要一起哦。OK。谢谢。107了，有人了，107。不急，我跟你说，你想往哪儿搬？就这个都行。不是，我跟苏文浩都在下面，就是你要不往下面来搬？哦，我不想换一个。那也是往下面搬啊。吐了呀！不是苏文浩、啊，我们住一楼啊。不是一楼方便啊。这里挺小，一个宿舍啊，咱们不是我们住，我已经搬过来了。哪儿呢？就是我们箱子，就这一个。还有啊，有人了吗？原来这里，这个我们先来的。哦，你们来，没事。关键是张家人跟我说他们嫌这儿小，我今天凑我笑了，我这儿不小了。我搬东西，先搬东西吧。我们就来这儿吧，不有人了呀，都有人了呀。谁先说先？我先来的呀。大西，哎，你们要搬这吗？对，我先来的呀。啊，我先来的。来之前我先来，我包子放这儿了，你发现吗？你刚扔的吧？不是，我在外面晃了很久了，玩了很久了。因为张家园是不是？是的，我还记得谁是第一个来的。对，老弟，哎，那只能去我们这儿吧。这儿啊，这儿都有人了，全部都有了。就这样一拉回来，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。我们不住了，不行。没事，你要这样想，以前四个人觉得挤，三个人就不挤了。谢妈，真的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，我搬完了。我也搬完了。快搬下来，我们就搬完了呀。我们就搬完了，我们就第一了。谢妈。啊，不挤难受呀。好难受呀。我们就觉得好，哎呀，来吧，收拾吧。哎，雾极从榻榻米回到这里，随时有点难受。什么事儿？这样？不可能！谁先到齐了再说。到齐了再说。谁先到齐算谁的？先不管什么的衣服，我全部装，你往里面装好吧。看能丢的全都丢了吧，就至少看起来是整洁的。行李要摆什么？就摆齐。我们已经好了呀，我们行李箱又不用拖出来。金娜老师，金娜老师，我们都摆好了。真的。我们要吃小龙虾。可以吗？我觉得可以。OK， 那我们是第一组吗？对。哦，太好了！谢谢。好。很爽。第一 ，Number One， 有 Hermi。第一。这个杯子丢了吧？丢了。兄弟，已经有六只猫。什么？我说我
说已经有六组弄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，我刚问了。卫生都打扫好了，咱们可以慢慢弄了。慢慢弄吧，慢慢弄吧。对，没关系。谁呀？看你们的卫生好。那完了。那完了。完了，那完了。这是谁的发果？嗯，这谁的呢？我的。我的啊，木吉的，嗯，头发最长的，嗯，好，你们合格，你们我合格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姜老师，拜，辛苦了，辛苦，我们也太整洁了吧，我感觉都可以在地上打滚了，知道吧？我可以在地上疯狂的翻滚，来来了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嗨，是不是什么？是不是已经很好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挺好，但是最后一名。真的假的？最后一名，最后一名吗？真的是确定？确定。十二组当中最后一名。嗯。来喽 ！Hello。这么丰盛吗？那边是麻花菜吗？差别好，差别好大。那我们坐里面吧。好吧，坐里面。我们坐这儿吗？我们肯定是坐那儿了。我们是那边。我们是那边。我们是那边的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坐这儿吧。这个风景不太好啊。撒狗粮，撒狗粮，撒狗粮了。